像最近的所多亲好朋友，早安快乐！随着这对喜结善缘，咱的空中大地好朋友啊，听九点到十点这段时间，大家心肝底所有的代志，甲清我空，安尼才听会落去啦吼。心肝那咧结归球，你讲人咧甲我苦劝我安怎，我咪感觉喏，会感觉讲迄都唔是你的代志，免讲你嘛讲甲遐轻松，对吧？来，先听一段道曲，然后再跟咱的朋友来开讲。昨天必胜宫服务电话5916045，我管这个道亲，咱大家控我。宫子呢是伫婚姻观，婚姻观哦，伫咱台湾等于算是吼中部，然后台湾头甲台湾尾算中央，所以咱也是讲婚姻观是这个善下观嘛，咱讲是农业观啦吼。但是咱母娘伫这个所在。高速公路较看会到哦，所以咱也是开一高来到78线吼，咱的东西向有看到一栋拢黄色的，这就是咱母牛大的道场。欢迎咱家玲阿囝回娘家哦。朝发自然清净无为，天地为真。金风三界，清明双修，众生为善，十传法脉，朝拜圣贤，生命为本，十传法脉，朝拜圣。
朝拜圣贤，生命为咱即马所收听即个道曲，即个道曲呢吼，会使讲是制作了吼啊，咱是咱即个道教、道教呢吼啊，制作的即、這个啊，曾经了吼啊，嘛是真济吼，咱即个道教即个讲师或者是讲法师啊，是咱讲后场就讲会晓讲扬琴的，也会晓做曲的，真济了吼。那个喜劫道缘，道喜圆满呐吼。啊，既然吼，伫咱台湾专精搞红来仙观内底，这个观主吴琼瑶吼，咱的这个道长，伫咱台湾专精搞的这个吼林崇元啊，咱的道长呢吼有感呐吼。啊，讲啊，你静坐的时阵吼有感，那么呢就制作了这块垂书门道。所以咱讲道教吼，真正人才嘛是足济啦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是道教这个道曲内底，无论是这个乐啦吼，或者是讲啊，伫咱这个赞曲，拢嘛是有真济吼道教精英吼投入他们的心血工作啦吼。所以咱讲听道曲嘛，会当互咱嘞吼，有一点吼，咱讲体悟人偏偏是人嘞吼，有路用的人，或者做真济有路用的代志。蒙蒙渺渺的人，伊是吼风风火火呢过一世人。啊，这个风风火火呢吼，伊嘛唔知影什么叫做风风火火，因为人呢毕竟要感受的到咱家己的缺点，其实还是不是很容易啊吼。咱有的人吼啊做唔对，咱嘛做个津津乐道，啊，咱要感受到咱家己唔对，咱的路径偏去啊。有的人讲啊，这个囡仔都安尼看到翘翘，啊，现在呐跟人去食毒。暖禅尊路在行，暖禅尊路在行，伊嘛乐在其中。这爸母烦恼个呢，哦，伊嘛是无感无觉。为什么？不好的囡仔，伊就有一种啥，有一种劣根呐，啊，都跟他精神同款。伊嘛看袂出讲爸母在关心，看袂出着爸母在烦恼。啊，你若如果讲伊若知影讲啊，爸母会关心，爸母会烦恼，咱都袂做迄个，让爸母操心，暗示让爸母。目睭金金到天光，睏袂去的，这种工课伊也敢做，伊也敢犯这种错，啊，就是因为咱不知，啊，就是心猿性海加早起啊，所以有足侪咱的啊，虽然这个讲啊，白白生囝，现在有人看人，得生的囝都拢乖乖，干那咱生了这种龙脸溜脸的，啊，就是袂安怎？所以吼，咱知影讲幸福是来自于咱每一个人管理。你家己要管理你的身心灵，管理的好，你就袂去妨碍到别人。啊，伫六亲眷属内底，你就袂是一粒无定时的炸弹。你就是一个人呢，吼、哦，心善吼。阿伯呢，大家拢讲，这个囡仔阿伯等互士大人挖苦，养儿抬脑有希望。啊，那如果讲咱饲一个吼，人讲阿个囡仔爹，你用关出来，过日咪关出来，过日咪，你讲养儿抬脑有希望无？反正老的要食啥？你就要自己去做才有的，所以咱今天讲失去的时阵呢吼，咱已经呢吼，把咱的灵性失去啊，所以咱嘛无了解，咱这个肉体是实实在在的物件，你个念会疼，个抬过会流血呢，啊个藏久卖插伊过会臭，啊这种物件伊是一个灵性来底，伫这个灵性来底咧转化咱人的特质，转化咱人的气质，所以讲这个灵是爱修的。所以咱常讲，人呢是用这个吼、哦、老师来教，甲咱带，互咱捌字啦，互咱有学识。人是用教育，无唔对。这个人会讲话，这个、意识，这个、就是人。这个人爱用教育的，不过灵性呢，确实都要用教化。为什么灵性爱用教化？因为灵性的磁场跟吼、哦、咱的这个不一样的感受，这个拢专攻在地穴内底。哎，失去了灵性这部分啦吼，但是有灵性加上有知识哦，这个囡仔思维也比咱较快，前瞻性格局会比较大。啊，你也讲这个囡仔敢有这个知识，啊，不过呢，也思维模式伫个灵性内底欠缺，这个囡仔伊个成功嘛是有限，
为什么讲这囡仔成功嘛是有限？因咱人呢总是要有道德做基础，有这个道德良知做基础，你呢，吼、哦，才有法度把这个路行会正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要颠颠跨，吼、哦，你才有法度长久，未去乎咱家己做唔对扭来。所以，干那光有吼、哦、智哦，咱讲光有吼、哦，咱的知识啊，就讲知识，干那靠咱的知识。但咱的灵性无对咧提升哦，有一天呢，咱会因为无多拓展自己，那要拓展自己还是需要灵性的帮助。所以咱讲吼，伫智慧这边就属灵性的物件，哦，啊咱讲知识是属巧气的物件，就讲我足巧啊，我足聪明的，巧就是代表聪明。但是古早人会讲一句话无，会讲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哎呀，这个囡仔哪只巧？啊，哪会去做唔对代志？这个囡仔只巧，哪会去犯案？这个囡仔只巧，哪会去甲人做？吼、哦，咱讲入面的帮派，甲人咧讨钱，甲人咧开交警，伊都是巧啊，啊是巧甲过头的。这个灵性无配合，所以咱敢那有一般的知识甲聪慧，这也无代表智慧哦。聪慧辩才无碍，但是你的灵性欠缺，这地你若无甲补足起来，你咧行，你的人生路咧行，有时会介危险。什么时准备对了这个黑暗坑，你也不知道。所以说修灵很重要啊，真的是非常重要。一个人一定要有双辅双成啊，人格跟灵格，我们的灵格比较高，我们的思维会比较定到，我们的做事情本身呢，他就比较会去看对跟不对，我们就要去走入危险的境界。是是甲非，对甲唔对，你分得清楚，你的人生路呢，咱就过关啦，未危险啦吼。咱明知影危险，咱未去涉险；咱明知影唔对，咱未去甲做唔对。这就是啥？这就是灵性的定格，灵性的思维，那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啦吼。来，咱来听一段观世音菩萨灵感歌。来，这是吼、哦，咱的美村啊师姐所要听，美村师姐啦吼，啊，大家一起，仁爱咯，感恩啦吼。伊讲做生意，听你的节目，哦，师姐，我感觉足好个呢，拢做袂身啦吼。啊，咧开这个素食餐馆啦吼，在做这个素食面啦。伊讲哦，啊，都来这吃，我就报伊听。只要有礼拜我来对，这个人客，我就甲讲，哎，这个节目很好。所以吼、哦，伊嘛是一个吼、哦，咱讲母牛的大好饭呢。哦、那做生意啦，顾巴肚啊嘛，平常时啊，伊就广结善缘啦吼。啊，美春师姐感恩你啦吼。心情，两副独立。
爱咱的朋友，咱就讲人呐、啊，伫这个来来去去，去去来来，逐天来上班啦、啊、吼，回来啦，啊来到位啊啦吼，找一个朋友，咱要转为吼，咱讲转为为安呐、啊，往往需要高超的心智，嘛需要好的心态。为什么？咱有时啊讲，先啊讲，要有高超的心智。今日朋友讲要做一个庆生会啦吼，啊，咱去遐啉一下烧酒，啊，搁甲刷摊。哎、欸，你讲转危转危险，要为安全呐、啊，往往需要高超的心智，有需要无？咱有偌济报纸所刊呢？因为去啉烧酒，去庆祝啥物？去庆祝啥物？去庆祝啥物？产生了生命危险。有个人啉酒啉到尾，好朋友变冤仇人哦，酒干啊，甲讲哦破，甲岔哦去，一个死啊，一个伫感觉转危，这个危险，咱定讲喜乐当中啦吼、哦。你讲啊，我今日那边参加同学会是一种好事，还是讲什么人庆生是一种好事？为什么呢？变风云变色，为什么去？一个倒伫遐，啊，一个去伫感觉内底。这就讲转危啦，咱若要转这个危险，咱才有法度安全来离开。你需要足悬足悬的智慧呢，你的判断力，过来就是讲哦，咱若无理智了，你会失去理智啦。咱有足侪代志哦，会失去理智，就是因为欠这个理智的关系。这个吼转危，转危险为安全，你要思索呢，哦，啊，这个时阵你需要什么心态，你才有法度制止这个灾难。这足高超的智慧，没有高超的智慧是不可能的了哈。有一个师兄吼，伊唔知影讲梅香芝嘛是咧讲话啦吼，伊是拢听咱下播大鱼师兄转档的节目。他现在九点的时间哦，伊说啊，我今物在咧上节目咧，敲一下电话吼，啊，伊要问一寡问题啦吼。那么梅香咧，等下有时间我来给他踏棒啦吼，啊，去给你做着啊回答啦吼。今天晚上你就听得到啦吼。啊，那今日伊无给你回答，可能是下个礼拜一呀吼。啊！伫这里跟你讲感恩啦、啊，谢谢你爱护咱的节目啦、啊、真的非常感恩钟师兄哦，谢经啦、啊、感谢你感恩啦、啊、所以没想到得甲咱的朋友讲吼，啊路都伫咱家己的脚每一个人人生的路拢无可能复制嘛，今天过的就是今天，明天还没有到。啊、你也没有办法去预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。啊，那不管讲咱今麦行是多一条路，哦，咱拢希望行伫迄条咱上喜欢，哦，会康庄大道。咱嘛无希望讲吼，伫十字路口啦，吼，啊，伫个所在伫个徘徊，唔知影讲咱到时要行位对去较好。咱每一个人拢掂量好自己的人生，轻轻的看生活啦吼，珍惜所有的岁月，感受每一个的呼吸啦吼。因为你今仔日的呼吸哦，真的，老本人较穿着这双鞋，我介意啥？介意我今仔日活，介意我今仔身体无病痛，介意我会当老本人卡，介意我今仔日来做的代志，多多少少啦，我们都会有一什么奢求。但是岁月再怎么好啦，吼。咱讲幸福的距离，有时近，有时远啦。有时阵吼，伫身躯边，有时转眼哦，伊讲咱又搁杀，搁杀袂着，这就叫做人生。所以能读懂人生，看懂人生，会转危，吼、哦，就是转危险，安定。咱今日去参加什么款，什么款拢好，只要你若卖贪杯啦吼，过、哦、来就是讲卖刷摊，吼、哦，啊卖有朋友呢，因为吼、哦、朋友甲你激，迄有个人吼激讲啊，你迄就是吼。哦气管炎啦吼，所以你唔敢啉啦吼，啊，你喺度惊某啦，惊恁某等下敲电话来催啦，所以吼，你唔是男子汉，你唔是大丈夫，啊，你甲急，啊，甲急到尾安怎，啊，就啉酒灌酒，
每一个人呢，喝酒的时候会失去理智，现在咱人失去理智，迄就是啥？迄就是咱干那知影一边的时阵呢，吼，只有知道一边，吼，我激励你，你陪我喝酒嘛，但是唔知伊后果，有人酒品歹啊，酒品歹，你啊讲一寡话吼，去甲伤害刺激到伊就变面啦，啊，人讲变面吼，迄个时阵。兄弟嘛无成兄弟，朋友嘛无成兄弟，哦，朋友嘛无成朋友。迄个时阵呢，有可能就伤害。但是咱的灵智才有法度控制哦。哦，咱今日失去理智，那就是智慧这一边没有，他没有智慧才会失去理智哦。啊，如果伊若是有一个智慧的人，伊就是直接的灵智去补足伊啊。伫咱人的灵格灵智去补足伊，第一人和颜悦色的婉拒他啊，歹势，我胃都无好。啊，我嘛未使啉，我明仔载阁做足侪工课。你用和颜悦色去回答他，吼、哦，因为这个代志就未发生啊。先来发生，代志唔是轻甲重，代志是口气甲态度。咱的发生代志拢是咧口气跟态度在发生啦吼、哦。啊，如果讲咱的心灵有够富足，咱的心灵有够丰富，咱身处在单调的环境，你也会能够自得其乐啦吼、哦。如果讲咱的心灵无够富足，那么咱会感觉呢？哇，咱这世人吼，那敢那未输甲人安怎比？安怎比，咱就足悲哀；安怎比，咱就足可怜。因为咱的灵性、咱的心灵没有足够的富足，你的心灵不够圆满，你还会觉得你缺很多。那你就会在这个欲望当中呢，吼，去填补着你的自尊心，因为你无自信呐。啊，你就会拿欲望来填补你的自尊心，啊、因为自尊心就是一种自信，啊，你就感觉啊，我有自尊，我都爱够有自信。你也感觉讲，我那只要我有自信，有自尊够自信，我都有法度生活得比别人够较好。啊，咱要变较好，咱的生活够比别人够较好，你上无啦，你嘛爱我都讲看当下，吼、哦、危机的时阵来，你要哪去化解危机？啊，有的人啉烧酒，啉到吼，啉到出代志，啉到开车出代志；有的人是啉烧酒，啉到冤家相拍出代志。如果你的心灵呢，吼、哦、是足够的专为为安的人，那么你就会当当甲艰苦化玉杯，你就我都甲这个要将伊要发生的代志，你我都甲安大甲足好势。所以讲，人之安宅啦，你可借之安身立命啦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讲哦。咱遭遇到最悲惨的灾难的时候，你仍然能够自强不息，这就是在讲到咱这个外力，吼、哦，外力夺未走的这个啥，这个灵，咱的这个灵呢，有法度制止咱人呢做冲动的代志。所以讲这个灵界呐，管呢，吼、哦，它是可以让你的身心，吼、哦，一旦安，能够安住啦，搁刷入去，搁会当借着这个灵界，吼、哦，咱这思维呢来安心立命。来安身立命，当一个人吼、哦，上好的吼、哦，来到这个吼、哦，人间有食有穿啦，咱卖因为跟人比较，吼、哦，失去了咱精彩的人生。所以咱人生来精彩，是你看你自己成长，吼、哦，虽然目的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都希望，吼、哦，在吼、哦、咱这个百转千回的伤害当中呢，逐渐消除那些社会不切合实际的幻想，都、就是因为安怎？咱在成长当中，咱看到太侪，吼、哦，世间的凌乱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无相信讲啊，这世间呢，吼、哦，咱呢，原来有一个立足之地，所以讲，伫百转千回，吼、哦，每一个人吼、哦、所看到的，吼、哦，伫这个世间社会不切实际的这些，咱拢卖去，吼、哦，卖去恶，因为不切实际就是你怎么挣扎，你也不会达到那个目标，那你就要放下了。所以咱来到这个世间哦，用了散乱的脚步，然后终于有一天呢，吼，你真的了解了，你的脚步就会调整了。为什么我们脚步会散乱，稳定不下来？每天都很急呀、啊，很赶呐、啊，逐工都足赶，逐工都足急的。我想要来创啥，我想要来创啥啊！我一世人想要来赚偌济，要来创啥，就该为一个目标漂浮。你的心是漂浮，吼、哦，你的心漂浮呢，你终于你无法度落来的时阵。脚步你落不下来，你散乱的脚步没有办法稳下来的时候，你就是安怎，逐工咧足狂的，足狂的要吼要实现，足狂的要成就，足狂要安怎，狂到尾都狂到为啥？有个人赛车赛紧啊，狂到为阎罗王遐去，咱家己安怎死的嘛唔知。所以讲漂浮的心，
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落下来，我们散乱的脚步才会稳下来。这也是我们一定要怎样，一定要学的呀。啊，我们就说我们跟随神父的脚步，我们在听道理，我们听道理要做什么？有很多人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，就会很多抱怨，很烦躁。结果呢，我们就说没把握好势情绪去影响到别人，往往简单的事情我们复杂化。如果我们是简单的事情我们去复杂化，啊，这个复杂的事情变得更难处理的时候，那你就知道说啊，惨了。在我们这个人生这个当中呢，我们有坐不了的题啊，啊，过不了的关。因为吼，人讲螺丝式的上升啦，盘旋着提升的，这拢无好啦吼。咱来去了解啦吼，世间你捌搁较济啦，你认识搁较深啦。有时阵呢，咱伫时光的历练当中啦，也会逐渐被取代啦吼。啊，无多一个讲足牛，永远拢拢牛；啊，无多一个徛伫关山，永远拢徛伫关。咱就讲总统八年选一届，你现在张总统掌权啦，你也不一定说永远都掌权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咱是要知影讲吼，啊，咱今仔日伫什么款的时阵做什么款的代志做着就好啊。啊，讲袂定吼，咱伫时光的历练当中呢，吼，逐渐的被吼会被什么被淘汰，也会被取代。啊，所以讲人话讲啊，这间公司你带了吼安怎？啊，你想要晒太一个，甲经理晒太一个，甲张处长晒太一个，讲你伫要吼要过换公司啊，要过跳槽啊，你要跳槽的时阵，有人甲你留无？你是人才，人会甲你留啦吼。那不是人才，让我来讲吼，很快人家就找一个比你更厉害的来顶替你的位置。所以讲，达到咱人生，感觉讲哦，咱安尼会使的时阵，你心放落，你脚步也放落。什么叫做会使？是咱的欲望渐渐减少了，无钱大个嘛，要爱较济。多嘛要搁爱较多，赚搁较多，伊嘛要搁爱较多，所以世间的欲望那有可能讲安尼都平息呀？是因为你懂了，你知道了，你知道，吼、哦，我敢追追追了吼、哦，啊，每天都这么烦躁，每天的脚步都停不下来，每天就这样子漂浮在吼、哦、咱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不得安宁。迄个时阵，等到你忝埋时阵，你了解啊，你啊，世间也食无偌济，困啊八笑帮。吼、哦，你够何你安怎？嘛是安尼尔。那么你就慢慢的安怎？这个烦躁的心情，你情绪就稳定下来，脚步你就豆豆安怎？豆豆啊稳落来。因为你学要调整情绪，你学要调整情绪啦。啊，你就看会到啊，人生都无一个完美的。啊，既然人生都无一个完美，啊，咱就急要创啥？我们只要干嘛？复杂事啦，简单化就好。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做到那么复杂，啊，咱呢一世人再来咧话艰苦，一世人再来讲悲哀啦吼。来，咱即马进一段广告。慈天必胜公所感谢灵草香，咱有笑三甲笑六，有经济部检验合格，经济部的伊有一个管理这个药品的、制药用品的，一这个部门，伊就是咧管理啥，就是咧检测到这个重金属，加这个芳精，看有过量的芳精无？哦，咱若讲啊香都唔是用啥物料咧，用灵根加灵精剂加咧，吼茶壶加咧，啊咱都甲用料，吼、哦、用黏啊。啊，就用这个芳料，哎，就叫做芳精。用芳精，看你要外芳，伊就改南外芳的种芳精。你若花粉症的囡仔，闻到点芳精的吼，伊就咧直咧拍卡，像咧拍袂好。所以咱的物件是爱用天然的。那经济部制药用品，伊就是专门咧管理这部，就是无让咱的地球增加碳量，嘛无爱让咱的点有重金属、有芳精、有饲料，影响到咱的啥空气的品质，影响到咱的细胞。咱做的香呢，是经济部检验合格标准的无污染的吼，啊，所以讲天然的上好，是咱九天母牛所降世的数十味灵草呢所做的。咱有笑三甲笑六，你会再用看卖啦吼，用了好，来咱叫三斤，咱就当个换个改叫九斤，互咱送一斤。24点钟的香款，咱这是用手工做的手工香款，
伊原同款是灵草，用数十米的灵草所制作的这个手工香款，一款十块银，然后一缸。24点钟，咱就会当点伫神道顶、神案顶，供养佛祖、供养哦，咱的母娘道祖，啊，供养咱的天地君亲师。哦，啊，咱那咧拜公妈，咱讲爱用着香，咱嘛是心明，然后咱都点灵草香。那么公妈，咱嘛同款，甲点同款的，因为公妈是咱的源呐，讲有祖源，人类就是祖宗之本呐吼。啊，咱讲既然是安尼，咱尊敬咱的九贤七祖。甲尊敬神是同款的，啊，所以咱用好香啦吼，咱讲礼拜供养的出好子孙啦。那咱若需要香品，那没想甲咱广告的，最主要是来赞助着咱的节目经费。咱若咧讲节目，当然都买时段，买时段就需要经费。恁的一份香来赞助100块、200块，咱做经费来印册，哈，来印神册啦吼，也是讲来制作着咱这个经带来甲大家来讲个善缘。红道印证会，吼、哦，咱来用安尼来，大家来作为来扶持呀吼。伫遮呢，感恩大家，每双来简单来做一个广告，这是香品的广告啦吼、哦。那咱若讲乐器要顾，咱定讲啊乐器若无好，啊咱来做一支喙齿，若要用植牙，5万毛人咧做，4万毛人做，7万毛人做，你要一个选择，那7万要一个选择真大粒啊。所以顾喙齿了，那咧顾选择。等下咱喙齿歹的时阵，咧咳咳嗽的时阵，咧疼喙齿的时阵，牙周无好的时阵，你就会感觉讲啊，食这也唔知滋味，啊补也未补。少年人无好的牙齿，哦，这人生是乌白的啦吼。啊，那如果老大人无好的牙齿，咱未补，安尼嘛真艰苦。所以少年人爱顾，中年人更加爱顾，尤其是50、60岁，这下呢更加爱顾，把这个牙齿顾好，看下你手咧，吼、哦，咱讲顾一个酸椒啦吼。啊、所以金钙绿蜂胶牙膏真的不错的选择，直接赶快呢用这个时段给您做广告感恩。来，你要给人直接打电话5916045，我关切都请咱再给05感恩。来，来听一段福德进行，福德有福搁有德，咱才当做神然后。所以讲，张福德就是咱福德精神最原则啦吼。所以咱讲福德精神老土地，福德精神老土地，保庇大家平安佮顺时，四郎感谢老土地，保恁大家会赚钱赚袂离。心心诚意来敬土地，心肝善良福德欢喜，安分守己福德庇佑你，脚踏实地保恁大赚钱。平安个顺时，四郎感谢老土地，保恁大家会赚钱赚袂离。2月初二是福德生，诚心诚意来敬土地，心肝善良福德欢喜，安分守己福德庇佑你。大是地会保恁大赚钱。福德精神老土地，保庇大家平安个顺时，四郎感谢老土地，保恁大家会赚钱赚袂离。2月初二是福德生，
诚心诚意来敬拜你，心肝善良福德欢喜，安分守己福德庇佑你，脚踏实地保恁大赚钱。是拜六了吼，刚才有咱的师姐打电话，梅香师姐，今天晚上有讲课吗？大家共同来分享了吼，就是说，咱做伙伫个面对面，啊，咱若凡是有问题，你也再举手吼，啊，梅香若知影，啊，梅香会甲咱做解答。咱不要讲探讨了吼，啊，无多一个讲啊，一定讲外高，我将我知的吼。将我知道所知所能啊，能够跟师兄师姐来共同分享，啊，这是梅香的幸福啦，吼。上无咱也够一个红道厅跨跨吼，一旦容纳了那么多人吼，啊，可以同在一起，啊，大家来研究，啊，大家来互相啦吼。咱讲每一个人的认知啊，个角度看法都不一样啦吼。那么人类的心心活动，拢活动得对。我活在我的周遭的环境活动，所以咱讲生活，生活，我爱过生活啦吼。啊，每一个人拢嘛爱过生活，但是生活你那是有掺杂着哦。咱来讲世间的苦境，迄、那个生活你就感觉真苦啊。啊，你那有掺入咱这个吼、哦、心灵上的乐，咱讲啊做啊欢乐，啊你就感觉哦生活真轻松。为什么？发乐，因为你得到发的快乐。你知影要安怎去改变哦？拄到啥物问题哦？啊，咱会去啥？咱会去甲转化，啊，咱讲专心专境嘛吼。啊，这个境咱袂当转，那么咱就甲专心。所以咱就讲哦啊，路不转人转嘛吼。哦啊，咱若拄到啥物代志的时阵，你若会去转化，啊，心情就快活。人类的生命甲周遭的环境是一种互动嘛。啊，这种互动，咱就讲啊，大家生活做伙啊，所以咱生活，咱来讲生活。每一个人的生活拢是每一个人，吼、哦，伫个念头内底，拢是因果。内心愈空虚的人，吼、哦，伊心中就愈无主张。现在讲内心愈空虚的人，伊心中就愈无主张。越空虚的人越没有主张，因为心中无主，灵性阿未开发。咱讲灵性未开发，因为咱的灵极，阿在讲吼，咱的肉体就会戆的去拄着困难的时阵吼，啊，拄着啊，吼、哦。先来讲，咱灵及肉体戆，啊，若拄着困难的哭哭撞，因为咱肉体都戆戆，唔知影讲啊，这是灵咧及咧吼，所以咱有人咧问讲啊，现在咱人哪会灵戆病？就灵性无开发，啊，即卖灵性开发啦，哎、欸，伊知影啊，所以也比你较及。你的肉体戆戆戆戆，唔知影及咧啊，但是伊灵性伊知啊，伊知讲生死关头，吼、哦，人生无常嘛。哦、一口气的当中尔，所以讲，因为灵急，啊，咱肉体戆啊，对袂到啊，啊，拄到困难的时阵，咱更加安怎放了手脚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啊，咱来去拄到这個，啊，就会来受，会来受苦，来神的面头前受苦，会啊，吼、哦，哭过了后啊，算了啦，为什么咱人有惰性啊？即嘛咧艰苦的时阵来哭哭，你感觉唔哭哭，那就较快活咧，啊，咱人生成的疏解啊嘛。我即马心肝结归完咧，我唔知影我咧艰苦安怎樣，啊医生看看无效，暗时要困困袂起，还佫会比手画刀咧。有时啊讲看到神佫会吓死，
为什么？伊讲鬼托哩公庙啊，鬼卖下戏咧，对降爷庙啊，鬼卖下戏咧，直直下戏，直直下戏，直直考乌啊，直直考乌啊，就安尼一直考考十外冬啊，一到灵极肉体戆，啊，咱若搁拄着讲哦，家庭啊去拄着一挂风波困难的时阵，你会哭哭撞无会啊？迄个时阵，你就看到神，你就开始会哭啊！为什么哭？哭就是咱灵甲咱的肉体做伙，啊，肉体嘛是因为生活了艰苦迫切啊，灵嘛因为拄无着灵主迫切啊，啊，所以讲合做伙呢。迄个时阵，你失去理智啊！迄个哭的时阵吼，真正是惊天动鬼神呐、啊！神啊，讲惊天动鬼神呐、啊！迄爱落甲地吼，真正是惊天动地，惊天动鬼神。但是吼、哦，哭了，敢那心情有较快活小快。啊，咱人就是安尼惰性，每次都会得过且过。好啊，啊哭好啦，较快活啊好啊，啊袂记哩啊。等啊，另一天阁真归完啊，迄个时阵吼、哦、要哭才阁来，啊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有时啊吼，咱来讲啊，人呢真趣味的，趣味的只吼。有时咱定咧讲要参悟代志的原点，人爱悔改，爱透过啥？爱透过真正爱透过修学。咱这条灵性是要帮助咱的，伊唔是要来拖累咱的。所以咱若讲咧修，你唔要当作讲哦，啊，即马吼，我有这条甲行咧吼。其实咧，拢是咱甲本质，咱家的本质有到迄个善根，有迄个善良，你的因缘机会到啊，哦，伊灵性，即下要来配合。这你爱个感恩呢，他要感，你要感恩他，伊唔是要来给你找麻烦呢，伊是要来帮助你成就的。这条灵性要来帮助你成就的，伊唔是要来找你的麻烦呢。啊，你若甲讲吼，人我较早呐，灵呐卖起来，我偌舒服咧，看要来创啥就来创啥。啊，即马加这条灵，我都爱含人去回灵山，含人去拜拜，含人去创啥，我感觉真不方便。其实啊吼，我们都错认了这一块。把灵修错认了啊！一定爱来一爱来倒位啊，撞我才修会到，唔是安尼吼。灵修是要转化，灵修是要予咱这个灵吼、哦，就是讲咱家的肉体加一个智性嘛吼、哦。咱的肉体是有智性，但是欠智慧啊，欠这个灵慧。所以咱有时安尼拄到代志，咱都无法度打动啊，咱都无法度分方向，咱的茫茫渺渺，是因为咱的灵慧。灵地无开嘛，咱的灵性还未开发，所以咱做人足懵懂的，讲话嘛足无分寸的。等到你灵地有开发啊，你的灵性开啊，你心中有主啊，那你会学无？会啊。人古早人是温柔兼宽容吼，温柔兼宽容啦吼。啊，人是安尼足温和的，啊，人咧讲话那会遮温和。你也看人去入道场的，咱一挂吼。真狠啦吼！啊，走路也很温和啦，做事也很温和，讲话也很温和，吼、哦！啊，过来就是礼貌十足。嗯，啊，人白白人呢，白白咱咧讲话拢气压个，啊，人咧讲话那袂安尼，对不？因为人伊灵性有开发啦，伊个灵性有开发是要来帮助你理解，帮助你行人生的路，和你更加透放离开烦恼，忧悲苦恼。所以吼、哦，咱定咧讲洞察力啦，看透一切，放下身段，重新归零。咱若今日去要听人讲，咱就是爱甲心先归零啊。吼、哦，人拢是有好的一面，毛歹的一面，但是书在周围，吼、哦，先来讲书在周围，道性现。吼、哦，咱讲书在周围，道性现呐。这句话吼、哦，没有听清楚的，你绝对不会了解。吼、哦，什么叫做书在周围？咱咧讲这圣贤道圣贤的好跟不好，书伫咧周围啦，道圣贤就是咧咱讲说三道四啊吼。我们在道圣贤，就是在吼、哦、会修的人，随时他都会在增福报。为什么？会死的人随时拢会增加福报啊。迄什么叫做会死的人？平平来到这间道场啦，人会安怎？人会要帮助这间道场。去把这些所有当下拄好来的人呢，去做一个啥？去做一个讲吼啊，介绍。师在周围嘛，师在周围就是讲你呢，今日去反省讲，因为你的一个礼貌，你去拄到一个真好的老师，会看到你这个囡仔，这个囡仔是可造之才，吼、哦，可造之才。所以师都平常时都在你的周围，他都在看，
所以讲书在之位，书唔是讲一定爱坐到顶诶，叫做书。有个人已经修到呐，已经修到半凡半圣，伊甲神圣是差一个，讲有肉体，但是人伊呢已经是超越，搁再超越诶。但是咱讲啊，老师先生就伫咱的周遭，啊，咱底下咧讲个天花乱坠咧，讲到神啦，讲到啥啦，哦，讲个天花乱坠。有时啊，人坐伫边啊听听会爱笑。会啊死的人，伊是随时拢咧增福报；未啊死的人，只会抱怨。吼、哦，先啊讲会抱怨。你有时啊讲啊，来到这个所在，有个人啊伫这间庙，感觉无得到什么，伊要离开的时阵，他也不会留下一点余地，也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拿一个台阶下。拢一定要举楼梯来落，要举楼梯来落，一定是先数落别人的错。然后我离开是因为他们的错，所以我来离开。这个叫做啥？你知无？未晓修行的人，未晓修行的人呢？咱离开，咱还过去讲安怎？咱无要去讲诽谤，啊嘛无要去讲歹听的话。吼、哦，随时咱拢在增福报。为什么？啊，那个信无得是你啊。是人为的问题啊！你甲上未下，是你甲上未下的问题啊！是因为我甲什么人未下，所以小车啊，所以这间庙我无愿去。这是你甲迄个某某人、迄、那个某某师姐，也是某某师兄的问题，甲坐到顶个有啥关系？无关系啊！但是咱因为咱拉不下这个脸，放不下，所以咱要落台阶的时候，必须把别人的错讲一大堆。我们离开是顺应，好、哦、顺应，唔是咱。不是咱无爱伫遐，吼、哦，是因为某某人因为安怎我无爱去，你甲想，所以咱定下讲吼，人呢，咱目睭看袂到真正的高人呢，真正的高人袂展现呐，真正的高人伊是点点啊咧看，所以讲书在周围呢，啊来伊听咱伫讲这圣言，讲个天花乱坠，讲个天顶飞好，安怎搞，安怎灵感，咱的先生伫边啊咧看。啊，这就给他塞嘴泡啊！啊，就真够讲，啊，真够讲，讲一套，但是无以身作则。所以讲，书在周围，道圣贤呐、啊。会修的人，他是会沉默，会放下身段，会保持喜悦。咱人呢，如果讲啊，伫道场哦，咱今日来伫遮，啊，咱就是身为这个道场的一份子呢。啊，咱甲任何的众生面对面呢，咱来保持啥？爱保持和颜悦色，要保持喜悦，哦。保持、哦、对这个道场的尊重，对母娘的尊重。道场是母娘在这里、哦、圣母在这里，所有的神佛在这里，所有的普化这个这间道场呢，是神佛的普化的道场。那么呢，我们是要在这里增福报，我们要在这里找到安心立命的地方。我们不是说啊不要修的人就是抱怨啦，别人安怎，我再不爱去，所以我不爱去，我得定规啦，我不爱去，我都不爱去，只问你什么原因？人为的关系，甲坐到顶的母娘关系无？无关系啊，甲坐到顶的菩萨有关系无？嘛无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人甲人之中，所以你随时都在损福报，咱拢无了解，所以会修的人嘴点点啦。而四位人也是怎样，在周围的环境里面他看得非常清楚，然后呢他会保持怎么样，保持对这一间道场的尊重。为什么一间道场是神佛在做主的，但是是人在欢的不对，但是上无咱的神佛伊还有最基本的道场的殊胜那个殊胜、啊、所以咱来到这，咱是要来造福的，咱不是要来损福的，别人的缺点是伊的代志，所以咱常在说个人造业，个人担呐吼。把人的缺点，吼、哦、咱就嘴点点就好。啊，我就做好我家己就好啊。别人的缺点是别人的缺点，咱唔免去找别人的缺点。咱来是要来造福的，咱来唔是要来损福的，所以咱是要来增福报的。咱唔是特别来抱怨的。啊，既然你要是要来增福报的，你不是来抱怨的，那上天敢看无吗？坐伫桌顶的神父敢看无吗？看无你一只点心要来圆满这个道场吗？这个道场是正人要修的所在，是要奉造福的所在，不是要奉损福的所在。那众生为什么找不到方法？好、哦，咱今日现在找未到方法，出离苦恼，平常心是道，这大家拢会晓讲呢。但是吼、哦，只有把无动作正常啦，把无常当作正常，只要把无常当作正常，我们才能安于平常。只要好。哦
只有把无常当作正常，我们才能安于平常。啊，所以咱有时啊，人讲咱都修行啦，修行要行到会平稳，会晓处理代志，伊会沉，会稳，话无多啦，吼，会把事情条理分明。因为每一个人啦，要创造一条光明大道，是责任啦，嘛是使命。咱要安怎去把这个责任甲使命做啊好？咱归纳来讲啦，吼，咱不管讲今日，只要你是穿着这个光服，你就代表光威啊。规矩嘛，吼，你今日你有穿着慈天必胜功，咱即马以慈天必胜功来讲啦，吼，你现在穿了慈天必胜功的光服，你必须代表慈天必胜功的光格，吼。你就是代表诸天必成宫的宫星，那么呢，你在平常行住坐卧娱乐时中，你就是代表诸天必成宫。你今天豆腐无腾起来，你就代表诸天必成宫。这个道场的失误，如果是归于人为的话，啊，这道顶啊，他搞了一粒两粒多啊？为什么他搞一粒两粒多？因为是咱的宫位是去有人废去的，是去有人为废去的。啊，所以咱讲，虽然咱人爱修改修规矩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人也会晓讲啊，人要安怎自在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来才会平常心，才会心平气和。重点是要创啥？即马讲较简单，讲啊，我修行是要创啥？重点就讲即几句话，转化个人的气质。我干嘛要来道场听你讲？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学习？为什么我要来这学习？为什么我要来这学习？因为我是要来转变我的气质，我要来转变我的做法，我要转变我的想法，我要来学习做人，学习处事，啊，要学习做人，学习处事，我就是要来转化咱人的气质，所以我来啊！啊，今天我来了，我是要来征服报，我是要来随时在征服报，我不是要来抱怨，也不是要专找别人的麻烦呐、啊，吼。所以讲，书在周围啦，吼、哦。哎，咱你莫看讲，哎，一个凡车一个来拜拜，点点啊，伊无讲话，人伊修甲有够好，德高望重，不落相，不老相，不落相。你在讲话的举止当中，甲对待关系，人就该拍车啊，拍了呀，啊，这个无效，是啥物？谁来讲伊会甲你拍车啊？因为你身在道场，你都袂晓来修福，你干那听你咧讲话，气压压伊就知影。所以你莫看讲一个足平凡的、足平凡的人，你就看伊无气，讲哎闹啥？我讲一个真正有内涵的人，真正修行修足好的人，伊袂像人讲道貌岸然呐，哦，啊伊嘛袂像人讲安尼好，一定安尼行路有风，底话会大衰，伊才会动脉。一个真正有修的人，让你看不出来。所以讲，咱平常时也看到目睭看到书伫咱的周遭，咱阁唔知影呢。在我们的周围，我们也不知道要去跟惩罚，也不知道要尊重人、啊、这就是什么？我们看不到、哦啊、所以说书在周围，不能、哦、在这个地方、哦、在这乱地讲到这个、哦、我们说心情安怎心情安怎、哦、这样开白开了多准、啊、我都一个心情都一个动机跳了安怎，其实、啊哦、会修行的人他是看听看听内心自在，而且充满的智慧的人，他是条理分明的，该讲的他才会讲。啊，这就是讲，伊会平稳，伊会处理代志。这个就真正讲，真正有修行了吼。啊，修行是要修自在尔啦，要修一个修规矩啦，吼、哦，修一个心平气和。过来重点就要转化咱个人的气质，安尼修行才有意思。啊，若无咱把修行当作什么？当作寡语来搬，安尼嘛无意义啦。你讲是不是呢？今天是礼拜六，啊，咱慈天必胜宫阴暗呢，啊，咱讲灵修讲座啦，吼，嘛是讲面对面来跟大家来探讨人生，啊，欢迎大家光临，7:30入场啦，吼。然后需要服务，下晡是2:30，赶快就这些时间，直接呢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假期快乐，再见，拜拜。